棒哦！棒棒棒！慈济幼儿园的老师带领六岁班小朋友户外教学，伊甸残障服务中心提供职能训练，小朋友除了送爱，也跟着了解身障者在这的工作。我们的学生有来这里中心的话哦，不是单单来做探访啊 ，actually 的话就是说来我们中心有一个互动啊，了解一下关于我们这里的弱智朋友和爸爸奶奶，他们是在服务中啊。那还有很多不幸的人，但是今天他们没有放弃。共事短短十几分钟，孩子发现身障人士的可贵之处。还有看到一个他很专心，学习那个姐姐做东西，他很用心的做。他们就好像有新发现的那种感觉，就哦，原来这个世界上确实是有这一类的人。然后是需要我们去关心，然后他们其实也有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。其实他们有担心跟有害怕的，然后只是说去到那边的时候，有看到他们还是有尝试的跨出那一步去接触。孩子们心中的恐惧被善念打败，课文及影片远不上一次艰苦之旅来的深刻。大爱新闻黄义晴、陈瑞文，马来西亚报道。